线站了好久，不知道要往哪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，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也把信仰从半剥落，拿掉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心没着落，要怎么复合？舍不得又无可奈何。如果你也听说，会不会相信我？对流言会附和，还是你知道我，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信仰从半剥落，拿掉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想到